那上班玩了给你秀着，我都看不到他是单杀了，出工作单杀还没混账。队伍里面是不是最喜欢九成？不是。九成呢？你觉得谁最猛？一般康悦龙在外面都这么说，一般在俱乐部他们说他自己。Okay, 一般都是说我最菜，知道吧？所以你对他，所以我觉得康悦龙最猛，因为在队内他就最猛，所以在队外他还是最猛。好的 ，OK。